随着海王的上映，影片中的扮演者再一次成为话题的焦点。除了海王的扮演者 Jason Momoa 之外，海王中饰演梅拉的 AMBRHAD 以一头红发与性感动人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曾经身为德普前妻的他，让他也成为人们眼中的焦点。不过这一次我们想要讨论的并不是他与德普的八卦，而是他独具特色的穿衣品味。 AMBRHAD 他的穿搭有着令人仔细琢磨的时髦风格，每当他现身红毯总是能够给人眼前一亮。红毯焦点 AMBRHAD 身穿 VAVENTION2018 秋冬高定系列出席海王的英国首映礼，夜地的礼服透过绿色与金色的交织刺绣散发出耀眼的光泽。 Amber 在发饰的造型上选择戴上同系列的帽子，这真的很像泳帽不落足套的装扮，轻松碾压他人深 V 的领口与高腰线的剪裁，把 Amber 的身材诠释得非常完美，白皙的肤色也尽显女王气势。 V 领口延伸到腰线的位置，裸露出洁白无瑕的肌肤，呈现出性感与迷人的魅力。裙摆上肆意绽放的花卉图案，充满戏剧性轮廓的剪裁，传递出自信大气的时尚态度。花卉图案与缀有红宝石的耳饰相得益彰，一头金发更是锦上添花。一袭正红色的高领长袖连衣裙透露着保守的气质，这正是 AMBRHAD 在 METGALA2018 红毯的造型。那一期的主题为宗教， Amber 这套保守的裙装与发髻上的金色头饰与主题相互呼应，裙装腰部挖空的巧思为造型添加一份空隙感，同时也增添了玩味的细节。活动造型 Amber 身穿 GEORGESHOBEIKA2017 秋冬高级定制系列，一袭灵光闪闪的露背礼服，优雅又从容，将 Amber 的身材诠释得恰到好处。大展无与伦比的黄金比例，在今年全美音乐奖的红毯上， Amber 以 RUSSO2018 秋冬高级定制的亮片裙装亮相，深邃的眼妆，自然的唇色与薄纱礼服上的黑金亮片相得益彰，光彩动人。这套黑色亮片礼服来自于 ELISAAB2019 春夏系列，胸前 V 字的剪裁与侧开叉的裙摆恰形成呼应，恰到好处的裸露出白皙的肌肤，加上一抹红唇与眼妆，营造出耀眼夺目的造型。礼服的垫肩设计中和性感意象，刚柔并济彰显自信，与大方迷人身姿相逼，色的缎面礼服简单大方，却勾勒出曼妙的身姿，透过层叠的配饰项链让造型更加丰富完整。金色的发色与红色的唇色，举手投足都是性感迷人的调调，这个造型似乎在告诉别人这个女人很危险。白色的吊带洋装没有过多的配饰加持，正是凸显出个人的气质与性感，无论是否有配饰与浮夸服装的加持， Amber 总是能穿出其个人独特的风格，风情万种。应该就是说她神秘又魅惑的黑色蕾丝吊带裙施展这 Amber 擅长的性感与内力，小面积的花朵刺绣在黑色透视的材质上慢慢绽放，